4年前我曾经拿着数学方程式，也曾经拿着元周期元素表，然而现在的我却面对住四方格子，站在这里勇敢地展现自己。我是黄建浩，来自于 Utah 就读广播系。当然，我希望在场的各位们，希望你们也跟我一起展现你们的能量，在主播新时代里面闪耀发光。谢谢。